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演变出最后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也就叫做共业。那么这个共业呢，从何而来呢？从我们今生呢，这一生，从这一秒钟的过去的分分秒秒，以及前世岁岁年年吧，全部加在一起有这个线索的，凑在一块儿的，聚在一起了，那就是一起受吧，就是共业了。那么人呢，往往总是在结果发生的时候，你才会紧张，对吧？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当你发现的时候，往往你已经被锁住，动不了。你明明知道这样子不会有幸福，但是却一关锁一关，无语问苍天，对吧？那有多少学员也曾经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在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里面呢，抽丝剥茧的，一关一关的过关关难过关关过那么也就慢慢从里面走出来，但是。我一再强调，当事情在发生的中间呢，你不能够用你的思维去推算、想象这件事情会怎么样的演变，没有接通天地的源头啊，你要去想，那想得很忧郁啊，因为没解，对不对？接通了天地的源头，这天地啊，是不是啊？这个神功啊，游刃有余啊，刹那间呢，怎么变化你都不知道，所以一切交给天嘛，是不是？笑看云彩间，一切交给天，但是你该做的得做。而我们一再强调的正负能量之间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解这个相和这个局面的局啊的这个尴尬，或者是转不动的情况，就是我们德智量的德，对吧？所以你就要把这种，就像以前我们学校当学生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啊，都有这些热门考题啊，要背熟一点，是吧？口诀背熟一点。我们超马的学员呢，应该也要在平时就把你该复习的复习熟一点，口诀啊，这种定理啊，熟悉的赶快熟一点。等到境界来临的时候，你没时间想。在那时候，你想也想不到，因为心乱如麻，所以平常口诀熟一点呢，印证的深一点，进进来的时候，你比较有资本了，比较有时间空间呢，让你安然度过。否则，你像这样子的一个局，锁在这边，对吧？你可能很难想象，像这种家庭这种几代的。你说怎么办呢？对吧？又被一个孝字，孝顺的孝，是吧？又把它锁得更大一层，怎么弄啊？真的是说时迟，那时快啊！发生特别乱七八糟的事情特别多，对吧？所以这就是我要今天给你勉励啊。每个人每一天的考试的课题都不一样，变化球。但是要以不变呢，应万变。什么不变呢？要以不变的天地真理来应你红尘中的万变。而这天地真理之间呢，这些很重要的定理，你平常就得记熟，否则啊，这个心乱如麻，这个斗志啊，各方面都散去的时候，你要调动你原来听到的课的重点都调不出来了，那个时候就等于是开着大门了。等着这负能量进来，好好的修理你，对吧？所以平常的实修实练为什么重要？就是有这些种种，所以你必须要认清事实，真修实练。